后脑勺痛。我看到天上，有个像救生圈一样的啊，一个人在，在那边那个脚啊往前踢啊踢的啊，往前踢啊踢的，往前踢啊踢的啊，这两个脚一直形状一直在变啊，两个是不一样的啊，一直在变，变到一会大一会和小，一会扁一会长，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变到我速度都来不及说啊。千变万化，一直在变，一直在变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只能慢性能做到啊，让两个腿一直在变，一直在变啊，一直在变啊，靠着什么力量，我们不知道啊，但是呢，也就是说，他能做到这个的话，那么我们未来的地球也可以变成那样啊，也可以变成那样啊，反正现在演示给我们看，演示不给我们看啊，啊，演示给我们看。啊，那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。